说的讲得很详细哦，跟刘正讲。没有，我说说完讲讲，我现在要详细哦。那最都说完没讲，我就跳过去，然后我再我那个我是威尔的私人版，说完讲公共版。哇，那2022年我今天既然威尔自己的话，威尔自己的话去讲他自己的话，我现在不要加我的话，但是中间第二诠释的时候，就用他自己话来算场。这个是他在2019年出这本书中讲到，其实这是他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原来他出了这个林正杰改革身体的博士论文改写的，但传承的那些争论嘛。但是这本书里面进入了一次细节哈，进入了 resistance， 威尔是讲 resistance 的抗拒，讲 resistance 很重要的一个学者嘛。那这个书是他自己，我去的 Boston 找他，他也很得意哦，他写的太棒了，他自己这样讲哦。然后这个他这个书里就讲到 silence noise and reach 啊，这个我们今天主题就讲到了。他说，你看那些人去抵抗啊，只是接受，这不代表他们不去抵抗哦。各种不同的文化的那个角落里面，我们看到说这里面是藏了很大的那个 resistance 的动能哦，那他们的沉默，还有那个意义非常丰富是。还意味觉得不那个很 ambiguous 的部分哦，其实是很重要的，去产生行动的那个前面的那个潜能哦。然后呢，他认为中国宗教的那个整个中国宗教的结构不是一个中央化的，是一个分散性的，不是集权的哦，所以造成了多元的声音哦，也创造了那不断的有一个空间，像民间信仰这种场面的空间，不断的存在那边哦，就是因为它并没有真正上面的集权，这个完全控制哦。然后产生了一个创造一个 cultural alternative 的那样一个场域去表现它的 resistance 啊，而且去允许它，事实上是允许他们去表现 resistance 啊。然后呢，对于这些人来民间信仰来讲，地方来讲，这些仪式来讲，他的那个诠释不是那么重要，他们直接就把诠释让给专家去讲，他们自己保留了那个很复杂的、很热闹的、很娱乐性的啊，有这样一个场域。他们这是他们的热闹，就是他们的美生活的美学，他们的仪式的美学啊。然后呢，他们来追求世俗的世俗目标，还有和平，还有 profit， 还有 happiness 啊，世俗幸福。所以说，他认为这个仪式场域、庙宇场域是一个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它叫 sacred 啊，就是一个充满各种意义在里面啊，很饱满的一个场域。然后呢？产生了各种在实践上，这个 sacred， 这个我们刚刚讲它有两个重要的名词，一个 situation 啊，一个是那个沉淀了。然后我们刚刚讲到就是饱满跟沉淀了，是它讲很重要的东西。他是讲，我想这句话大概是摘要他的这个他的理论的，自从1994年这本 System Chaos and Control 这本书之后一个转向，之前还在讨论那个文化的 unity and diversity 哦，然后到1994年他深入到这个 system 的内涵。就这样的一个形态啊，它就这个仪式是一个很 sacred 的一个场域，然后里面产生了各种诠释性的一种 potential interpretation， 对它来讲是很重要的概念。好，那我这节关键字哈，就是看威尔的关键字，就是看他讲 power， 他 meaning control， 但所有大家都讲了，那我再提出来一下，就是 interpretive community 啊，就它有一个。像生团啊也好，读书人也好，这是一个仪式性的社群，它有自己的一套构想意义。可是民间呢，不关心这个仪式的共同的意义嘛？然后再来就是 resistance alternative pluralism， 就它的关键词，大概就是你看鲍威尔医生这些重要的词哦。所以他是一个，所以说我可以说相当浪漫的人啊。像我参加事情功能会很痛苦，他参加事情功能会很快乐啊。他对这个 ambiguous 他就是没有建设性的。好，那这两个人的对比哦，那。一个是第一届，一个第五届哈，然后，我们看啊，两个人比一比哈，我觉得刚好是泰人宗教研究的双璧哈，完全相对，看起来针锋相对，可是他们面对同样的问题，可以不同的方法。对 Sacred 来讲，他是 incomprehensive and ambiguous， 就是说他认为有一个对阴阳也好，或者不同的官僚跟地方也好，有一个看起来是相对的，但是这个是阴阳之间的一个相互辩证，有一个统合性哈。然后是有一个整合性，但是整合性里面有一个一中各表，上面的人讲的道德，下面的可能是讲理念哦。但是这样的横断 incompetence 的结构保存的地方就是活力了、哦。啊，那 Sacred 后来晚期
进入到主体的内涵，就大家如果拉康之后呢，去思考主体啊，就是儿子的主体、女儿的主体，认为中国的主体欲望结构是很复杂的，就是一个 ambiguous， 就是爱恨交加的，大家又爱这个结构，又在里面讨厌的东西啊，就纠结啊，在父权社会的人格的纠结，所以我用两个字来涵盖 sequence、incompetence 跟 ambiguous。那威尔呢，他我们两个是 resistance 跟 ambiguous 啊，就是说。但他你要讲 system， 他还是承认有一个统合性的一个形式啊，没有？那这里面呢，他认为底下呢是对抗、抵抗啊，各种各式各样的意义啊。那有他有形式的仪式的形式来着手，他是讲 silence， 讲 noise， 都在讲说这里面那个 silence 不是不讲话 ，silence 是说可能里面各种复杂的意义，一个相对一个 resistance 在里面啊，就说他用仪式的形式去看这个复杂的意义如何可能存在，然后呢？那民间充满了这种无限的创造力，把各种机会多样。这个共同仪式，照说来讲，确实是地方的公共性或者整合的一个基础哦。但是这个基础不是出于教育，而是一个共同的经验，还有容许这个模糊暧昧感的塑造，就是它有暧昧的 ambiguous 这个字哦，而不是说有正统的存在啊。然后，所以这个威尔对这个 resistance 形式描述比较多哦。那这个是以上观点讲的，就是。实际上是两种思想家，一种是武林的，一种是刺猬。刺猬一招就够了，一招闯江湖。武林八招很多，为了这个武林啊，越来越去，三年出一本书啊，噼啪编的，自己都没在书多的不得了。然后想法很多，然后中国也好，大陆也好，然后那个环保也做，然后现在又做到那个都市计划里面的苏州的工业区了。好，那教育部我就不讲了，说我讲过了。然后他自己工作的经验，他大陆自己都在大陆啊，在苏州一带，因为他学生科普在那边啊，让他的学术经验有效。我在刚才讲，就他的学术世系图啊，比如说比较像维德这边英国这个东西。然后呢，这个威尔是阿罕学生嘛，那是阿瑟沃夫他们的后学术上后代啊。然后那个塞姆这边啊，然后呢，这是学术学院啊，就是他们的师承。可是呢，观点上大概这样子，就 freedom 这边强调一个整合性的一个中国哦，所以 secular 的 future 比较接近这边。阿瑟沃夫强调一个分歧性的，农民跟读书人跟官僚，就虽然说社会组成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共通的，事实上他讲说诠释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中国是一个分歧 diversity 的一个东西哦。所以威尔啊、阿罕两边都画法都有一点，然后大概属于阿瑟沃夫这个传承下面哦，所以是画的一个世系图哦。那这个呢，那个 Emily Martin。阿罕啊 ，Emily 阿罕离世的时候，然后威尔看多可爱啊，那个 John Shepherd 啊，他们共用的助理刘秀元啊，然后后来他三峡的对三峡徒步经验出了1987年这本书嘛，然后1994年后来就有 Sister Chaos 这本书的中文，然后我今天会介绍这篇文章，这我负责的，然后给大家做好。好，那这多少都讲过，我就尽量跳过吧，我就说就是。不一定认为中国不是不可能乱七八糟的分散啊，认为一定有一个在陈教授讲的那些东西，一定有一个整合性的东西啊。然后他说可能认为不以为然啊，不以为然，就他认为是中国绝对是各方面都不一样啊。然后这是他说自己讲的话，就是我无法想象乞丐跟富贵富商他们的概念是一样的。我们无法想象，对他来讲，权利肯定不同啊。精英跟农民之间是有断裂的，是有断裂的。然后呢，福利的人，对，所以大家对福利的表示不以为然啊。然后这个是那个威尔在接受中国大陆学者访问，他就中文嘛，他直接讲就说，他说他那个时候啊，就是1980年代初期，福利的讲说中国有一个宗教。但是那个沃夫这么认为，所以呢，各中国很多宗教这场辩论啊，是激发他对中国宗教跟仪式的人类学研究的理论的启发点。那他后来自己讲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他当时也没有解决完，可是后来大家也没有把这个问题了，就是，但当时是一个学术争论，但这个问题不同的角度去看有不同的解释方法，就让我们看 Sandry 跟那个威尔教，好，1987这本书，你看他的书。刚就是博士论文，其实就是按部就班的，就这样。准备祖先，可是那个对一般人来讲，就是很实用的、很实际性的对轨的看法。然
然后呢，对于专家有专家的看法，道教有佛教，还有对经验有经验的看法，好，然后就最后再讨论这个权势社群，不同的权势社群基于不同社会关系会不同的意识形态上的坚持哦。可是对老百姓来讲，他就是使用这种目的的，就是会出现嘛。好，然后其他的话就是说，这个不同团体在接受不同的权势的 style 这个内容，然后呢？社会变迁以后，这个权势可能会改变了。他想要那个鬼在那个十八世纪的鬼是就是流氓太好了，坏了。到十九世纪的鬼变成让人同情、让怜悯的那个东西。到二十世纪，说完后鬼变成赌博的那个对赌博去问世的一个东西了。所以鬼的意义也在改变了。那他讲到说interpretation两种，一种是 ideology， 一种是 pragmatic。那 pragmatic 的话，因为使用到的东西，大家各式各样的不同，那个鬼的解释会不同。然后就是，如果你是僧人呢，或者是读书人呢，你就有在那个社群里面，你有自己的解释。然后呢，好，他讲不同时代的鬼是概念是不一样的，在台湾，他对台湾的史料有根据。然后呢，diversity 必须看到的鬼，大鬼的名字不一样啊。那有观音大士啊，有鬼王啊，有什么的不同的，都他们会对鬼给名字不同，就是诠释上的。就但他的开机是这样的，然后1994年就写这本书了。那这个书就讲说，他反对有一个共同的同样的逻辑嘛，就同样 resistance， 就我就是作为不断的 resistance 啊，这是他的内容。就是他讨论三个东西嘛，三个 case， 一个是太平天国，一个是法轮功。就是六十天的运动，那么相当差异的东西，他认为共通性是有相同的共通性嘛？然后呢，就太平天国早期起来的时候，他认为那就是它可以吸引到各式各样的地方信仰不同民众，然后但是呢，那么多不同的诠释的不同的意义，动员很多人，可是他却没有一个行动力，因为大家解释不一样，所以他那时候出来一个核心的聚集性的组织。你看太平天国中期后期呢，他有一个宗教的组织，一个教主。形成起来了，它就有一个非常有动员力、非常有抗争力的一个东西。可是呢，它又丧失了原来早期起来的它那种一些信仰理念啊，各方面的那种吸引力，它就会丧失了。所以它这个就是在两极之间摆荡，一个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一个是权势上允许它各式各样的一个权势啊。这是他在太平天国的一个说明。然后是奥公庙，太平就是这样一些，就是说他认为。有一个 resistance 没有讲出来的，就坏了在那边。可是呢，它会成为一个外显的一个对抗。这中间呢，就是要发展出一个诠释的这个机构，让它把外在的前进诠释为是一个行动上的指针方向的时候，它会从这个地方到这边嘛。所以这一个诠释式机构是很重要的。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个团体，像六四天安门。东西，他就缺少最后一个缺少一个转折，他一个行动力的部分就被对方打压哈。然后他的斯巴达都是完全没有这个形成一个全世界的结构。那天安门那个太平天国就是他有一个宗教上的一个组织作为全世界的一个垄断意义的垄断，然后形成一个社会行动，这是他大概的一个架构在这边嘛。所以他谈到这个全世界的社群，让这个各种可能的意义成为一个。成为一个创造力量的一个东西是那个过程嘛，它就是讲是饱满要沉淀嘛，就是一个仪式里面很多种东西在很多意义在那边的时候，就是它就很饱满。可是当成为有一个全世界的社群，有一个组织去垄断这个意义的时候，它就都有沉淀了，就是会有行动。为什么用这种 metaphor？ 因为他爸是化学老师嘛，然后他爸后来看说用完全都不对，但是他东西因为这个就是他那个概念的创造。在那个1994年那本书，好，那这个我就，然后这些多少都讲过，我就看过去了，就他说很多，就这个中文叫做怪力乱神嘛，就是不是正统的神，哪像那个阿斯沃夫讲的那么那么官僚阶层啊，神奇怪怪一大堆，八家将啊，那个哪吒啊，你看到台湾这种中国边边角角的神，而且那个情绪上的感染力其实更要诠释它。这个就是1999年讲过，他的就是 theory， 然后他的这个书名是让三种运动，一种就是商业团体，一种是宗教，
一种是台湾的斑马绿豆，然后斑马绿豆你分到国家豆园跟地方豆园，发现慈溪豆很多环保啊，可是它完全不是那种环保概念，它是那种组织的情感认同，地方的那种力量，他认为这个民间的这种力量啊，这种地方性的豆园的力量，它跟那种兴奋不一样，可是它是不是市民社会呢？很难说哦，很难说，可是他很乐观，觉得只要相当的时机、相当的机会哦，他们是有更大的机会转化成我们要跟市民社会的东西哦。但是他相当浪漫嘛，那还比较中央跟地方的那个行动力嘛，那个台湾环保团体中央地方的那个差异。然后呢，所以他认为就是他的这个政治上的变迁，他就提出一个 graduate 的 argument， 就是说这个。我们不是希望本土的力量产生，说西方式的市民社会。可是我们看到这些地方性的力量，各种经过啊，其他经过各种中介机构的转折，它是有可能去支持一个好的一个市民社会的出现嘛。然后，而且呢，在慈济共同会，他认为在起来之后，他认为像佛教纲领，他没有一个很紧密的地方的连结，这个没有紧密的地方的连结，创造一个新的空间了，然后为妇女打开了。地方环境里面的存在的空间，然后产生早期的慈善观念的地方关系都脱离出来，然后，所以他认为这是那个真正的核心，不见得就是一个大型机构，不是说，真正的核心不是那种，可能是在这个空间里面慢慢创造出来，地方上创造出来，不见得是更多的资源，而是说那个地方上力量的一个转折，然后这个杜叔王讲过的东西。好，2015年以后，它很大的力量摆在苏州地区哦，也是我们他提供文章的那个田野的地方，苏州工业园区哦。好，那就是他刚刚讲这个 Selkman 就是他布林泰尔跟这个哈佛大学的一个东亚系的教授嘛，他们就出了，后来就2018年出了不少书哦，讨论这个仪式的性质哦，他叫那个你看仪式的结果跟那个 Sincerity 就是 Sincerity 是讲西方，他认为西方人比较理性、虔诚，事情不可能黑不是黑就是白，不可能去模模糊糊的。可是仪式呢，就是要模模糊糊的，把不同社群放在这边一起做同样的节奏、同样的运动，不断的重复这些活动啊、哦。但是他认为，你只强调 Sincerity， 你这个社会不是大家都争不停嘛，就吵架吵不停嘛，所以他认为这个是。Sincerity 是有一个 limit 的，这个 limit 要从仪式里面去找到一个答案，所以他还是 很浪漫的时候去看这些东西，所以他这里面就肯定了 ambiguity， 肯定了 ideas， 肯定了那种 issue 里面的那种等待。然后呢，他认为 ritual 才是把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嘛，那 Sincerity 呢，坚持自己是对的，坚持理性的，坚持个人的自主性的。就是会更加大乱的，也对，大概是这样。然后，而且仪式呢，创造一个想象的一个我是什么，我可以做什么的那一个可能性嘛。那这个不是 Sincerity 可以提供的，所以他让我们去你勾选的 ambiguity of the present。然后呢，他给我们一种资源去创造，仪式给我们有资源去创造里面的那个。处理这些问题呢，第一个点，第一个是按这个帮的人，不同族群啊，不同的矛盾，一次给我们一个资源去创造那样的东西啊。对啊，他对于西方人来讲，回归到一次里面去找到一个社会解决方案，所以他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社会进步的一个想法。好，那2012年继续的那个 Lucindy Brody 还是这个路数嘛，然后强调这个 ambiguity 本身是一个利益社会的，然后。在这个不断的仪式的这个重复里面呢，事实上创造了秩序的保存一个秩序，共同的在共同分享社会经验里面，通过仪式创造一种共同分享，然后保存一个社会秩序，这样的东西，这是一个多元社会的一个可能性。还是要从这边啊，不是从理性的去对抗，所以他对 ambiguity 本身，他认为就是一个 liminal social tradition， 一个社会要包容不同的力量的一个社会过程，好，一个社会过程。那好，那这本书2019年，好 ，How Income Ourselves， 可以看到稍微放一个论述，它这本里面核心意义也放在中文嘛，
他讲三个东西哦，就是他认为我们都说统一哦，这个统一是我们不同族群的在一起，在一个社会共享。这个统一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普理，啊，就三个概念哦，一个文化记忆哦，一个是 diversity 模拟哦，一个是 metaphor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在普理做一个妈祖的绕境大会，结果你发现那平埔族现在被派人压迫，但是他们也热烈参与那个普理的绕境，妈祖绕境嘛。那对汉人来讲，它是一个 memory 哦，它是一个祖先，妈祖是汉人的祖先，它是一个祖先的记忆。可是呢，对于原住民来讲，它是一个 metaphor 哦，它就是我们的母亲，共同的母亲哦，所以透过共同的母亲，感觉到这个社区的力量整合哦，就是一个 memory。可是呢，那个仪式呢是那叫 diversity， 就是说不断的重复，今年的仪式跟去年的仪式跟今年的仪式是一样的，不断重复的节奏里面。在周期性的仪式里面，我们一起参与的仪式，创造一种相似性嘛。所以他认为我们在讨论这个统一，这三个面向都要去看嘛。然后在社会里面，不同的人、不同的单位，他可能是不同的方式去得到这个统一性哦。然后那个仪式创造这三种东西哦，所以同样就看起来是同样的，但是我们通过不同的机制去把人去连接起来啊。那大概就是我对他的那个。为了前半部我讲到这个部分，然后我想后面要讲我的文章。为了事实上，他说他有四篇文章，好像都是一本书了，他在马上要出了。那我这次是导播两篇嘛，所以会出两篇。那我这边讲到。Silence， 就很刚开始读很难读，读进去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讲。读了三遍才大概知道，哎，他好像要卖什么膏药，大概是要这个东西。然后，好，这我讲这四篇文章，一篇是 Respecting Silence， 一篇是叫做拯救打捞 Silence， 另外就是说叫做 Overnight Urbanization， 一夜之间都市化，就是你一个晚上把全部都打掉了。要重建，在人工智能里面，那些灵、那些神到哪去了？那些神到哪去了？再来就是书里面要介绍一个先锋的故事。好，那我这篇文章，我们第一条沉默，远征周作的沉默，就是上神不讲话，你苦苦哀求神在哪里呢？神不回答。那就在这个神不回答里面，创造人跟神的连接了。啊，这是一个，但是也是一个东西啊，一开始。好，然后他叫这个叫做 bulldozer urbanization， 就是怪兽都市化，怪兽都市化，就一夜之间把它打了。当然讲他那个地方苏州工业区的情况，就打掉了。然后，那大陆1990年代开始开放之后，有些特区发展非常好。那后来呢？那有时候是有城中村哦。但是呢，后来有些地方是特区哦，整个就新的工业园区，那个地方就破坏性很强，全部打掉，全部重盖。他讲的背景是苏州市的外围，在泰州泰湖旁边这一块地方哦，有六个城镇哦，然后全部打掉重盖，这才是卫星图哦。然后呢，他这个地方在这个附近，在这个点就是他那些城镇。叫车坊跟斜塔，那车坊现在也不在，斜塔还在。这是它的那个工业区，那都是起格子状，密码这一块区域。然后呢，原来哈，它原来这一块区域呢是这样子，它都是水田，而且那个河道有时候弯弯曲曲，也是不直哦。现在呢变成这样子，全部都是。说工业区不管就是工业区啊，那也包括幼儿园啊，包括学校、医院啊，就是新的社区，有100多万人，很大，范围很大，比台北市还要大啊。那个苏州工业区比台北市面积还大，就是相当多大啊。然后它做斜塔啊，就是这些从化就变成五个城镇了，有些合并，那原来还有车坊在这边，不见了，就并到那个政府跟那个斜塔里面了。它大概这一块地区啊，讨论这一块地区的。一个信仰变化，然后呢，他讲的就是开动民意呢，他讲两种 silence， 一种 silence 呢，就是你的失去、失望跟渴望，不讲话，说不出话，
大灾难这种说不出来。因为你在就仪式里面你是有节奏嘛，有动有静，有动有静，规定的那个 silence 中间那个叫间歇性的那个东西，很 regular 的东西，那个 silence 那是一个 silence， 可是因为还有那个说不出话的那两个 silence 交织在一起，他讲这两个交织在一起，然后呢，但是呢，那个仪式的节奏呢，很规律的节奏背后呢，真正那个是那个失落感、失去感，然后激发你去进入那个有节奏的仪式里面去。缅怀过去，走向将来，带着这两个东西交织在一起。那大部分都是看到那个仪式很规律的节奏，没有看到那个说不出的不说话的那个 silence。然后他讲，大部分在讲那个不说话的那个 silence。好，然后就是说他们两个是交织在一起，他们都是那个经验在一起的。然后这个看起来不讲话，是这个生活的节奏里面、韵律里面必要的部分。而是他不是代替说话，而是只说话只是去表述他而已，而不是说言说只去表述那个 silence， 而是不是说言 silence 被言说给排除掉，是吧？那个言说做言说，其实对，也要呈现那个 silence。他讲了五个例子啊，五个例子，有三个是苏州的，有两个是串场州的。一开始他讲第一个故事啊，是一个外科医生啊，就大概是你后面讲一个医生，女性外科医生叫 K 哈。他就急救了，突然有个中弹，他就匆匆的，你也讲他画面很生动嘛，讲故事那个场景，你去外面的时候匆匆忙忙去救他，个人流血啊，就是那种很激人的画面啊，然后就救活了哦，子弹把他找出来，他就开始心跳，一开始没有心跳，就好像那个然后心跳跳六下，砰砰砰，第七下没有就停了。然后他也没有讲说这种背景，然后这个外科医生，外科医生就 silence 就不讲，第七下永远就没有停了，这是真第一个故事，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场景。第二个故事啊，就是这个 K 哈 ，Surgeon K 哈，2008年的一个话，再来呢，就是说这边两个 reason， 一个 reason 就是那个心脏。他比那个心脏在跳。第二个例子就是说，这个故事有很多没有讲的故事，意犹未尽，就讲了那个被报道了，讲到这个地方就不说了，就是第七下已经听不到他的心脏声音。啊，就是在 listen 里面的这个不规律那个 listen 啊，那个有 silence 有动的那个 listen 呢，给我们一个共同的一个时间点，对未来。对过重复性的过去呢，我们有一个期待，有一个盼望啊，然后对未来有一个规律，所以一般的仪式提供这样一个东西哈，创造一个时间的节奏，过去、现在、未来，做的庙会啊、仪式啊，都是这样的一个30在里面这样的位置啊，然后呢，创造一个规律性啊，然后创造一个完全是一个传统性的一个时间啊。第二个三个就是说，你的失去、你的渴望、你的想念、你的那个，这个故事里的内容，那个说不出来的东西啊，没有讲的东西啊，那两个东西是跟人的经验也是相关交织在一起的。第二个讲鲁米啊，就是我们知道他有那个苏比的那个神秘主义者，鲁米他书里面讲就是那个黑宝问。问他吧，说你天天讲你的阿拉，我从来没看过阿拉来啊，阿拉在哪里啊？鲁米就很痛苦了，说回答不出来，无法说，我信我的阿拉，我的阿拉哪里呢？面对着魔鬼的话，对我咨询，我回答不出来。到晚上呢，有一个使者来了，使者就跟他讲，你一直在渴求阿拉，我告诉你，阿拉在哪里？当你在渴求、你在盼望的时候，阿拉就在那里。就是说你的渴望本身就是答案，你的渴望本身就是连接你跟神的那个，你的渴望的痛苦就是连接你跟神的桥梁，阿拉就在那里，所以沉默本身，这好像回到永恒中坐一开始那个沉默，就是说那个你在你渴望当时没有讲话的时候，事实上神就在那边，所以神的 silence 呢，不是他的缺席，而是这个 vision 里面的一部分啊，然后。当你说阿拉在哪里的时候，事实上回答 Here and I 就在里面，你也创造了神跟人的关系。
不管在哪里是打 Q 啊，就是撞到一个 silence， 跟那个很深的 silence 嘛。然后他就回答说，他就联系文献，为了联系文献说 silence 有两种，一种是叫做 sentry paradigm silence， 就是他心里分析也是，我们不要有这种 silence， 我们不要不清楚的地方，我们要把东西挖出来，才能够解脱，才能够超越。这个叫做 sentry paradigm。那为了说我们今天要讲另外一种东西，我这个。logo central paradise 讲 silence 不对 ，silence 是一个帮助人的一个很深层的一个不是语言之外去想事情讲不通嘛，但是 silence 里面有一个语言道尽的东西，你不能用语言的东西去想 silence 是，你没有讲，他不敢讲，他们害怕，他们讲不清楚，脑袋想不清楚，不是哦，九一大地震之前不讲话，那个 silence 是。答案的一部分，是他面对那个神的一部分的一个内心的渴望跟伤痛的一个部分嘛，啊，那就是整个为了一个立场在那里。然后呢，所以 silence 不是一张白纸嘛， silence 是一个充满了各种 potential 的意义的，而且在维持 silence 的时候，你是不想简化，不想被简化成语言，不想被简化成一个固定的意义，啊，是拒绝去。解决问题的这个部分，只要 silence 继续延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这为了这次的话，还蛮优美的，我想现在文明这么优美。然后呢，再来讲讲书中，我讲不要讲我的重点三个 case 啊，他讲了，叫车马跟斜塔这个故事啊，三个 case， 一个是猪阿姨，一个是林叔叔，一个林阿姨。苏阿姨呢，靠的是一个，他们叫做乡土啊，又是林美又是乡土。他们因为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呢，允许地方上的庙去重建，那很多小庙就出来了，它不是大庙，因为虽然是允许，这地方政策并不还不太这个，所以不太真的公开啊，所以他们就很多小庙，只要政府庙弄不对就把它拆掉，所以很多小庙出来，那这些小庙都是林美兼乡土，他们叫乡土。就等于是那个炉主，那个炉主一样嘛，因为不是啊，OK， 好，那我们不讲一下这个地方吧。1980年代的中国对外开放，一开始是没区啊，甚至珠海上来，你没出来，吓死了。然后后来80年代中间有沿海开放14个城市哦，那苏州工业区很特别哦，是这里面1994年以后，可能是新加坡签订的开发是最成功，非相当成功啊。然后1994年跟新加坡缔约，当年就成立了，破土成立很奇。然后他在投资热潮里面不占鳌头，营业额都只是几乎是中国科学里最高的。然后呢，你看面积有2.78万公顷，台北还大，人口100万，那当然都是新来的居民，旧居民不到10万一点点。那旧居民因为它有草地坪嘛，有些地坪它有些变暴发户，但是有些就没有非常经营不好，那就但是基本上旧的居民只能做一些劳力的工作，比如收垃圾啊或清扫啊，然后新的居民都是高科技那些高科技产业的新人。然后这个大家就讲过，就是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嘛。为了讲，我们那个地方原来啊，因为都是湖啊，太湖周边的湖，大家都。串门子，今天串门子，坐船坐一坐就到你家我家了，那个生活空间很惬意哦。各家互相联络，串门分享平板，年度节庆还是相当传统哦。像这种地方，然后呢，1990年代以后开放，19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庙宇开始恢复啊，各种进香会会成立了。那这些香火都出现，香火常常自己是祭棚，所以那些庙的管理人都跟神佛特别有缘哦。所以那因为那个文革之后，神职人员断层，所以新的神职人员就跟传统的不一样，就是新的都是各式各样跑出来了，过去都没有什么教育背景的嘛，这些东西，然后新建的庙都很小，成本很低啊，所以新盖小庙不断出现了。然后呢，后来呢，1994年就拆嘛，大幅拆嘛，大幅拆以后，苏州政府允许这些神庙被保存，刚刚多少人讲过，就是这些神通通重新放在一个新的地方啊。这当地有一个潜力，就当地有一个苏州有个城隍庙，在苏州在都市计划的时候，所有省也都允许放在那个城隍庙里面，所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潜力，就是神可以保存。但十座城隍庙里面那个神哦，是摆在旁边一个厢房边间了，所有乱七八糟神都摆进去了，你还去拜一拜一拜拜，这中间还是有那个统一的那个神哦。而且苏州那个地方是由道士，事实上这个东西道士很强哦，道士是这一派，但是经过我们跟学生派融合的这一派，政府很多是委托道士去，所以道士享有特权哦，去监督这些庙，但是道士自己也心怀。垄断这些地方信仰，所以一方面，那道士也会控制这些庙，所以像这个苏州出公业区的例子，就是说政府允许你道士盖，说要盖五间庙，让这些其他神都可以放进去，就取那个原来苏州城隍庙的例子。结果呢，道士有他的想法，他后来只盖，因为条件许可只盖两间嘛，盖两间以后呢，把这些神都各地方的神都收来呢。他一看这些神，同样一个隋炀王哦，那个隋炀王是当地在浙江跟江苏很盛的一个神哦。等一下我讲，关于隋炀王很多名字哦，有的叫做杨广隋炀王，有的叫陈德隋炀王，叫什么？那道士讲不对啊，那么多名称很混乱，他统一啊，统一就叫一个隋炀王哦。然后呢，就重新这些小的神乱七八糟的，他就说我们帮你处理，各部来，我帮你处理掉，然后重新盖了一尊隋炀王，很漂亮啊，盖了边。比原来的尺寸还要大，所以那个他们新盖的那个道教协会的庙里面呢，就把这些神明呢做了统一的规范化，然后重新考证这些神明的历史上的名称，然后同一尊神明就有一尊嘛，然后很多村落都拜隋炀王啊，他就说你现在是一尊就够了，不来这边，所以不允许不同村落的神形象，有不同的村落的形象，所有的神明都成标准统一的规格在庙里面，就是你这样搞，他们百姓都。也不能抗拒你哦，因为政府规定的，他们自己想要去搞，就去搞。那我们今天三个 case 故事就发生在这边嘛。啊，这是道士协会，这个高万上也有讲啊，就是当时苏州道教协会强力整合哦，把这个整个地方整合起来，所以道教协会既是地方迷信啊的保护伞，因为变不了的话，这些迷信啊直接被政府查禁啊什么的。道教协会来讲，允许它存在，可是它也是有那个标准化的推手，有标准化的推手。这是一个当地道教协会的背景，然后甚至当年闪去道士都没有，一定要加入道教协会，本来还有各种野狐僧啊干什么的，但都没有了，强力整顿在道教协会里面。然后这就是他们新的庙，新的庙这样，每一尊很漂亮摆在那边。然后呢，当地唯一一个古迹是土地公庙，是宋代的留下的土地公庙，就唯一留下的古庙，但也没人会去啊。保存一个古迹，那其他的庙呢？都拆掉了。好，那就是说，他的说我的田野的例子，就是要讲说，这个过去的社会世界，这个天天串门子，天天拜拜，有一个规律性的结构的东西，被摧毁之后呢，人们怎么样重新建立他自己的那个规范嘛？建立他自己的那个生活的节奏里面。然后他讲这个，一个 silence 是一个仪式的节奏的 silence， 第二个 silence 就是一个。很痛苦的经验，被拆毁，你过去永远离开过去，永远回不去的那个经验的一个 silence， 两个交织在一起。好，大概是，那当地哈，当地那些画，他们就那些乡头啊、里北啊，就没有舞台了嘛。可是呢，他们还是把他们的神像偷偷摸摸的又自己又重新做，因为旧的被收去了，没有重新做。然后我看为了是说，他把那些小神呢弄在一个 garage 里面，就是。很多新的这些租户里面都有一些小的 garage， 我查他们那当地常政府会查 garage， 这些房子会出租给人家，被警察查，盖一个小空间哦，他就摆了一个小神坛，然后乡头就组织说，哎，我们这边还是照样哦，初一十五来上香，然后中秋节、端午节，然后生日人来拜，就哎、欸、又问事了嘛，问事，所以这些小神坛呢，就啪啦就到处都遍地开花，遍地开花。然后他们就在小镇旁边买了几个摆了这些神啊，就是原来的隋炀王，我自己摆我自己的，我自己摆我自己的神像，就是为了另外一个人的照片啊。然后呢，好，他第一个是王秀才，他就说王秀才有一个神哦，就是有一个李美被附身，有一个苏阿姨被附身的，是王秀才。
原来就是在还没有被拆迁之前根本没有这个神啊。那有些神会突然跑出来，不是说原来神被拆掉，我现在在复原，不是，也有一些神就跑出来了，好像才跑出来了。他就说他是1950年代在那边淹死的小孩啊，这个好像难解决，都现在还活着。然后原来这当地没有神，就被那些甚至于那个一直在往前挖，原来神跑出来，就是他在被淹死，然后出来，他造型呢就是穿着20年代上海时代的那个衣服，然后呢，他是专门，他说我是做盖祭司的，啊，在那也是龟塘庙，龟塘庙，然后就跑出来庙，然后装扮简短头发，穿一个20年代的西装，然后他就做了一个什么秀才神像，不知道长什么样，就是比1920年会比原来那个一般神像还大一些嘛，啊，这是一个比美术而已嘛的事情，然后他就开始去经营了。所以呢，他认为一场大灾难之后呢，大家要重新回去把那个过去看不到的世界哦，都出现了，都浮现出来，然后呢，又创造了不同的主体，在这个新的这个 science 过去没有讲话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神像里面，找到一个他们的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哦，然后他们就找到自己的节奏，就开始初一十五拜，放羊什么拜拜，就在那里面就产生新的节奏，原来庙会的仪式节奏都出来了，然后他们不管那个道教协会。道教协会的那个节奏，道教协会可能就一年只有三节去，可以开放大家跑，然后这个自己就掌控他们的节奏，然后呢，他们产生了跟过去的失去的那个东西呢，重新的进行一个对话。那阿王秀才呢，就产生这个具象化的一个小孩嘛，憋死的小孩，他自然反映了整个被丢掉、被失去的那些。spirit 嘛，那些灵从在王秀才之下具象化出来，怎么样复活出来，然后他不只是一个淹死的小孩，他是反映所有那些被埋葬的那些过去的重新的复生啊，他在这个部分是这样的，就是苏阿姨，王秀才是苏阿姨，然后我们跟那个失去重新在一起啊，不断创造一个渴望。哦，而且他们因为这些，他们能够治病，能够产生帮你处理很多问题，所以你对你的那种失去跟渴望，他重新创造一个可以去 handle 那些问题的这个可能性出现了。再来，第二个是这个尹叔啊，尹叔他也是一个隋梁王的相同，他在这个。对啊，他过得生活过得很惬意哦，因为赔偿金很多，小孩也长大了。然后他在那个道教庙里面，他管一个神尊哦，就私底下呢，他又是一个乡童，又是管自己又把隋炀王拿出来，又自己又弄了一个小的神坛嘛，然后我们讲隋炀王哦，隋炀王据说就是在浙江苏州一带很多这样子，据说真有其人哦，他姓金，排行老七。叫金钟馆，当地叫金钟馆，很多很多乡镇都拜隋炀王，不同城镇都拜，都拜隋炀王。据说是崇祯年间，有一个七老爷在沽运那个粮船，就当地灾荒很严重，饥民很多，所以他干脆把这些运的这粮船直接赈灾给饥民吃哦。结果呢，他知道这样难逃国法，因为皇帝想要去运粮食，他给军人吃的，不给灾民吃的，所以他就自杀了。所以自杀以后，当地百姓要盖庙，然后就七老爷，所以这个每年四月初三是七老爷的出巡会啊，所以他就是七老爷或者金总管是当地很多的一个隋炀王的那一个神啊。那这个为了这些故事，很多都绕着隋炀王。啊，这个浙江有新的人隋炀王下。啊，那尹叔啊，尹叔过得不错啊，他自己有一个小神明会，就有一次呢，为了他们就去。看旧的庙，旧的庙地啊，他就说，我带你去看，他就到那个斜塘那个地方，看到那个地方，就原来的隋炀王神那个庙那边，就什么都没有了，就他一些纸钱啊，还有一些香啊，一些贡品，表示有来拜过，所以他看就很难过，就他们来过的好好的，很风光，所以他看那个就很怅然若失啊，我这是引出，啊，然后。就这样，就大概就这样，就说他表面上看起来很好，然后他说那我
我们随堂，我们协堂的人，这个哦，他是车法，我们车法的人重视这个神，这个神在协堂这边，我们本来是两边都拜，可是协堂更重视，现在变成这样子。哦，那我们车法的人还会纪念神的好，神的怎么样？哦，啊，这是耶稣的故事。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他们也是垂杨王，另外一个村子垂杨王，就是相同的林阿姨。他们的神坛很简单，直接摆几个照片嘛，说这个就是水疗王，啊，水疗王的老婆，就是为了业主的让里面付了。然后呢，他就问说，因为那个他们就谈到说，道教协会把这些神都处理掉了，然后都其实都处理得很好，办很好，坐轿啊，那仪式啊，啊，这些神的升天啊，就问那个林阿姨嘛，林阿姨说 ，I can't tell you， 我不能跟你讲。就这个你知道 silence， 我不讲，我不跟你讲，啊，然后看起来很不高兴，我就想，为了跟那个吴科平啊，就想，他是不讲，就不知道嘛，不想讲，就过了一段时间嘛，他突然开始讲，他讲了一大堆，就说那些神啊，好可怜啊，天天日晒雨淋啊，被丢到水沟里面，说那你怎么知道？我说我就是其中一个啊，说他是离北嘛，所以他知道神的死气嘛，说他们就是很悲惨啊，神很悲惨，他就讲一大堆，说这一道教协会的人都。天杀的，都是该死，他们都知道不尊重神，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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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就是说不讲，突然讲一大堆，啊，那就给为了找到话头了，那你不讲就是表示说背后不是不讲，背后是有很多东西啊，然后。I can tell you 这句话背后呢，不是说不能讲秘密，而是说这个知道这些神的故事，这些神的痛苦，然后呢，整个失去的世界 lost world 的整个的背后的东西在那边一大沓，没办法讲，没办法讲。我超过我能够承担了，超过我们能够承担，所以这是一个。鹿死的 unspeakability 嘛，讲不出来，就是鹿死，这种沉痛、伤害、痛苦是讲不出来，无法讲嘛，无法讲，不讲是无法讲。所以可以找到答案了，所以最好是维持 silent 嘛，维持 silent。然后呢，对，大概就是说，一旦开始讲之后呢，是在。承认 silence 的重要性之后呢，要创造一个新的 reason 嘛，把那个不可讲的东西把它讲出来，创造一个新的 reason。所以之后呢，这些神都知道，你都知道他被丢弃，被什么？但是你重新又盖一个小神坛，又盖一个小庙，把这一次节奏又复活起来了，是一个 silence 跟重新创造新的节奏之间的一个共同的辩证嘛，产生一个新的一个节奏。然后，渴望一个。绝望的失去啊，yearning for a hopeless lose 啊，好像文学系的节目，是吧？啊，对，可是他文章里这样写的，所以一开始有点抓不到，说到底人类学要讲什么东西嘛？啊，他讲说这个 new 的 reason， 他们创造一个新的 reason， 透过创造一个 unofficial altar， 创造一个非官方的庙，创造一个新的 reason， 然后呢，他们又维持了新的这个仪式的这个节奏，新的仪式的节奏。好，无独有偶，台湾也有一个，我想这个台湾的南科科园区也是一样，那当地有阴公啊，十座有阴公庙，科园区范围很大，结果呢，因为筹划偷偷打掉要盖科园区嘛，怎么办呢？我们的例子再对比一下，他们是 silence， 我们是李登辉直接去那下令，你们给我好好处理这些神，那大家很怕啊，因为有阴公庙之后离开那个地方，他是不高兴的，那你不能留在原来的地方。后来还好，当地有一个人哦，就是南那个新市乡的主任秘书哦，他刚好是有个神工作者，他当然懂神的这些事情了，所以呢，他就努力的这位先生哦，努力的去协调每一个神尊啊，每次的法规，每次要拜啊，然后就是有这种中间人啊，他不是既是民间的，又是官方的，这种中间人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东西吧，但我后续我还想去做了，但到底当地人真的是。就接受，我听说在南科他们投资之前要去保规哈，去问神，在投资哪一哪哪一台，
投资多少跟投资，所以他事实上还继续留在那个民众的理念性、民众的那个节奏还在里面啊。那当地的这个13分省啊，都放在这个叫做南科玉子新港，你看还蛮漂亮的，前面还有大湖，风水也很好啊。就是当然，因为有一个中间人，地方的中间人的人去做协调，然后他辗转创造了一个跟那个大陆苏州园区是苏州工业园区是不一样的一个结果。那最后一些他的结论呢，就是说有两种 silence， 一种 silence 是渴望失去，另外一个 silence 是让这个节奏去运作的那个节奏的那个有动有静的那个一个仪式的节奏。所以就这两种东西，然后我刚才就讲这个东西了。然后他认为这是一个跟 logocentric不一样，不是一个语言式的解说，而是另外一个叫 silent alternative， 站在 alternative 来分析啊。那他的文章一共七场，我想就讲到这里。谢谢林老师，无限精彩的介绍跟导读。那我们现在就是先休息15分钟，然后15分钟之后呢，我们就请朱宇老师来到第二篇文章，然后来跟我们讨论。那在外面是有点心，那大家可以就是吃点心。然后这个会议室内是不可以吃点心的，目前的一些会议室。那我们就休息。